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笑看人生。我叫叶巧巧，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家庭里。我还在襁褓时，就时常目睹母亲因为生不出儿子而被父亲毒打。后来等我长大了，父亲连我一起打。割猪草的时候，哪怕坐下一会儿，都会被打得半死。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疯女人。 我不清楚他是一生下来就疯掉的，还是后来被父亲打疯的。我被打的时候，母亲会把我护在怀里，但他太疯癫，会用厚实的手掌掩住我的口鼻，好几次差点让我窒息过去。后来不会了，因为他又生了个痴傻的半身不遂的儿子，父亲打他的次数少了，他也不护着我了。 只会抱着痴傻儿子坐在床上说：“儿子真好。”再后来，有一天，傻儿子去河边溺水死了，他跟着投河，却没死成。结果打我的人又多了一个，他怪我作为姐姐不保护弟弟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想着：要是我不是他们亲生的，该有多好！世界上原来真的会有奇迹。 于家的豪华车队来到我家门时，我正因为生理期痛得挑不起水，被叶胜那个畜生用皮带抽得死去活来。他甚至还想拿菜刀砍我。于家人明显早有准备，一大票保镖上前将叶胜打翻在地，死死按着他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他被揍得鼻青脸肿。 只能像只狗一样趴在地上大喘气，迷惑又惊恐的看着我被一对富豪父母抱在怀里。我曾经的母亲，那个女人，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，她就站在门边痴痴的笑着鼓掌。豪华轿车的真皮座椅坐着特别舒服，我坐在上面很快就睡着了。临睡前。 听到那个贵妇人和丈夫说要把叶盛关上监狱里，让他受最重的刑罚，她一边说一边哭，娇美极了。丈夫抱着她，不停低声安慰，活脱脱一对模范好夫妻。有钱就是不一样，连夫妻都恩爱许多。我勾起嘴角，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轻笑。一回到家。 我就见到那个顶替我的千金身份生活了二十年的于彤彤，才刚上门，妈妈突然又抱着我哭了起来，说这些年真是对不起我，妈妈以后一定好好爱你之类的话，哭得比车上的时候还要凄惨。于彤彤尴尬的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我看着她，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富贵的精致。 看着富丽堂皇的家，我心想：“没关系，妈妈，你们一定会补偿我的，对吧？”妈妈的眼泪大概是流干了，拉着我上房间换衣服。路过于彤彤的时候，随意说了句“叫姐姐”，我还没叫出口，就被她拉上了二楼。整整一个房间全是华丽的衣饰，妈妈嫌弃的捏起我的一个衣角。 让我赶紧把衣服换下来，丢上垃圾桶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，而不是穿在身上，明白吗？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不流泪的。我刚把外套脱下，妈妈就吓得大叫一声：“老婆，怎么了？”爸爸被叫声吸引过来，在门口关切地问道：“没事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 妈妈冷静应对，可看向我的眼神分明阴冷了许多。我的身上全是经年累月下来像毒蛇一样爬满全身的恶心疤痕。我自己照镜子时也时常会被吓到，这不怪他。妈妈勉强稳定心神，开口时声音依然忍不住颤抖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 这话听起来更像是安慰他自己。我想开口安慰他的，毕竟他那么容易就哭，一看就是娇滴滴的贵妇人。可他制止了我：“别说话，你从小就不刷牙吗？每次一说话就一股口臭。”然后他拿起手机出门，临走还把门给反锁了。没几分钟，他就回来了，同时告诉我。 过几天会带我去激光去疤，已经预约好了医生。他回来时语气轻松了不少，随后让我自己挑衣服换。临走时，他又看了一眼我身上的疤痕，眼神里满是厌弃，真丑。妈妈，十分钟前你不是说你会一直爱我的吗？上手术台前，医生一直安慰我说不痛的。 可是激光打在我身上时，却比叶圣的皮带、棍棒痛上千万倍。我不明白，为何说爱我的人，却让我遭受更痛的痛苦。为了庆祝我回家，于家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，邀请了各界名流来参加。激光去疤的效果不错，但是妈妈不满意，她挑了一条保守的白裙。 让化妆师把我裸露在外的皮肤都打上美白散粉。他叮嘱我要好好表现，把演讲稿背熟，别再掺杂一些土了吧唧的乡音。眼神里甚至多了几分凶狠。我乖巧的点头。于彤彤被妈妈要求穿上了一条艳俗的紫红色长裙，整个人看上去老气横秋的。 看着我俩的对比，妈妈终于满意的点头了。宴会上，于彤彤趁妈妈去应酬了，就跑来我身边，带我去见她之前的未婚夫许之宇。为什么是之前的？因为他不是于家的女儿，豪门夫婿当然是要给于家真正的女儿的。他边走边叹息：“可惜呀、啊，那个男孩我挑了好久才满意的呢。” 便宜你了，对，许之宇现在是我的未婚夫了。宴会的人太多，一下子把我俩冲散了。这个酒店我根本不熟悉，只能四处乱逛。眼看上台演讲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我的脚步越发急促起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不习惯穿高跟鞋走路，猝不及防撞到一个人的怀里。 我抬头，正好撞上一双清澈的眼睛里茶色的瞳孔，清晰的倒影出只有我的身影。一低头，白裙上沾染了大片的红酒污迹。我想骂人，但是看见来人的一刹那，好像所有怒气都烟消云散了。我甚至开始幻想，假如他就是于彤彤说的未婚夫，该有多好。 我还沉浸在幻想里，强烈的射灯一下子打在我的身上，白色射灯清晰的照亮了我裙上的污迹，像一个无处躲藏的小丑。接下来有请今晚宴会的主人公于巧巧小姐上台发表呃讲话。主持人的话音也从一开始的慷慨激昂变得支支吾吾，全场静默。 有些人十足的一副看好戏的样子，旁边的男孩却率先慌张起来。真的对不起，我让他们帮你把裙子洗干净。我没事。说罢，我一下撕掉沾染污迹的裙摆，撕啦！清脆的一声后，我将那片裙摆随手扔向一个角落。这个操作一下子惊呆了所有人。 裙下露出一双光洁的小腿，我潇洒地迈向舞台，没有乡音，没有卡顿，我的演讲非常完美的结束了。演讲稿是妈妈写的，十分冗长，还夹杂着大量的生僻英语单词。为了背下来，我可是下了不少苦功。全场一下子爆发如雷鸣般的掌声，我的视线穿过人群。 落在某个人的身上，和他对视后会心一笑。外公对我赞不绝口，说我有他当年的临阵不惧的风范。妈妈这才安心带着我到处认识各种贵妇人。来到一个叫海蒂的女人面前时，她眼角的鱼尾纹都仿佛透露着狰狞。巧巧，这是你爸爸的秘书，叫阿姨。 海蒂的脸上没有鱼尾纹，清丽可爱，看着也就比我大五岁左右。正常人面对这样一张脸是叫不出阿姨的，可我明显不是。海蒂阿姨，你好，以后我也会上入到于氏集团工作，多多指能。我认为我足够礼貌了，但海蒂阿姨还是敷衍几句，就打算走掉。 这不是不给我脸，是不给我妈妈脸。妈妈一下子就一巴掌打了上去，在周围人惊诧的目光中，爸爸迅速过来把海蒂阿姨拉走。妈妈抓住我的手臂，指甲深深嵌入肉里，我吃痛却不敢叫出声。他嘱咐我到公司上班后把这个小贱人给我搞死。原本我是半懂不懂的。 可我在上厕所时看到海蒂和爸爸在厕所门口亲吻，我一下子就全都懂了。宴会结束后，妈妈跟我说：“我原以为你被那对乡巴佬给养废了，没想到我的女儿果然是会遗传到我的优良基因，哈哈哈哈！”她狂笑之后又突然骤停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，我被她…… 盯得后背直冒汗，他抓住我的手，要我帮他。巧巧，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，你一定要帮妈妈。妈妈在这里过得太惨了。我反握住他的手，示意他不用担忧。巧巧，你爸爸在集团里的势力一天天强大，这样下去，他迟早会抢走我的于氏集团，我们就要流落街头了。 你要我怎么帮你，妈妈？你学好知识，到集团里去工作，再和许家联姻，利用许家的力量将你爸爸一举打倒。好，真的？也许是我答应的太快。妈妈脸上出现了不可置信的表情。真的，我是你唯一的女儿，我当然帮你。好女儿，妈妈像第一次见到我那样。 紧紧抱着我，回到房间后，我像一滩软泥一样倒在床上，不愿意起来。偏偏于彤彤还要来烦我，好烦！都叫他不要在别墅里直接跟我接触，万一被妈妈他们发现不对劲怎么办？于彤彤一本正经地看着我，我来是想要提醒你，你今天对着我笑的时候太不自然了。 你的演技也很拙劣，我不甘示弱的反驳。他看着我，突然大笑起来。我见他笑，自己也忍不住笑。这是我今晚笑的最恣意的一刻。对不起哦，妈妈，我已经先答应别人了呢。彤彤比于家人更早找到了我。他告诉我，当年我们之所以会被抱错，完全是人为的。我们的妈妈。 于珍珠，于氏集团的独生女，自小不学无术，而且于家有家族遗传病，女孩患传染病的几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。外公唯有通过招赘婿这条路来振兴家业。妈妈和爸爸一开始的确是相爱的，但是婚后不过两年，妈妈就发现爸爸出轨了。他的想法很简单。 就是通过孩子捆绑住这个家庭，但她怀孕的过程异常艰辛，生下来后发现是个女儿，害怕因为遗传病导致早夭，前功尽弃。于是她收买了护士，把可能患有遗传病的我换成了一个健康的女婴。她甚至没有打听过自己的女儿会被换去一个什么样的家庭。 就轻易的把亲生女儿送走了。爸爸因为女儿的降生也回归家庭了，但就在前两年，一次意外揭露了童童的假千金身份，爸爸又开始有了鬼混的迹象。妈妈开始日以继夜的喝酒，童童不忍心去哀求爸爸回家，却被醉酒后的爸爸强暴了。 后来，妈妈带着童童一遍又一遍的清洗身体，直至皮肤脱皮为止。她求童童，让童童帮忙把爸爸带回家。于是，童童变成了爸爸的痉挛。但是，妈妈的感激逐渐变成了憎恨。她迁怒于童童，开始折磨他。童童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。他找到了我。 说，哪怕叶家的生活多么贫困潦倒也好，他都可以忍受。他只想要和我换回来。我的嘴角扯出一丝诡异的笑。我当着他的面脱下衣服，在月光下毫无保留地展示我身上那些令人作呕的伤疤。每一条伤疤都像一个恶魔在地狱里向他招手。你还想换回来吗？我问他。 他用手捂着嘴，才不至于吓出声。我淡定地把衣服穿好，正打算走的时候，他叫住了我：“巧巧，也许我们都能获得幸福，一定会有一个方法。”我转身，正好对上他坚定的眼眸。“也行，试试也无妨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。”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说。 我不当姐姐，这个要求似乎有些无稽。他笑笑说：“好。”于家人来接我那天，我被打是早已设计好了的。这是我和彤彤的第一次合作。挑水时，我故意把一大桶水都往叶盛身上倒。他老了，动作迟缓了许多，脾气却一点没减，抽出皮带就要打我。 都被我躲过去了，直至听见车队靠近的车鸣声，我才假装倒地，痛苦不已。在场所有人都是见证，是叶盛虐待我，还想要拿菜刀砍我，他也将会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。当年我初中刚毕业，叶盛就不让我读书了。那篇演讲稿对我来讲难度很大。 是童童一直在耐心等我。重新拾起书本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现在我白天要去学校里上课，晚上回家还要继续补课，不然根本没办法继承余家的产业。这个商业帝国可是我们幸福生活的起点。我都忙得脚跟不沾地了，童童却还有闲情拉着我去参加酒会。一到酒会， 他人又不见了，我觉得彤彤这人除了擅长失踪之外，真的没啥不好的。看来以后老了要在他额头纹上我的联系电话，不然太容易丢。嗨，又见面了，是上次那个撒了我一身红酒的男孩。嗯，真巧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学各种交际礼仪，不知为何见到他时。 却仍还是会有些失措。你也喜欢这个花？啊，我的面前正好摆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我只是刚好站在这里发呆而已。他以为我是看花看入迷了吗？但鬼使神差的，我应了句是。他看起来有些兴奋，我也觉得这花适合你。对，玫瑰花嘛，看起来很平凡普通的花。 这花的名字叫自由。他看着我，眼里闪着灼灼的光辉。自由，我轻声念出这个名字，一下子打动了我。花竟然也会有名字？当然有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感觉你和别人不一样。是了，小说里的富家子弟都是会被与众不同的女孩所吸引。果然，他也不能免于俗套。 我觉得你就像这个花的名字，有一个热烈追求自由的灵魂。其他人甘于束缚在财富的牢笼里，你却将牢笼打造成自由的家。啧啧，读的书多就是不一样，夸起人来都感觉特别舒服。但我明显感觉到心里有一块地方开始变得柔软起来。我借故逃离了现场。 他还在后面喊着：“要是你喜欢，以后我都送你。”我怕多待一刻都会露怯，短时间的精英课堂还不能让我自如应对各种场合。回到家后，彤彤不知道又从什么地方跑出来，一把拉着我：“怎么样？我就说我挑的人很不错吧？”谁？那个许之雨呀、啊？你们不是还在那里聊了大半天吗？ 我的心脏倏地漏跳了一拍，原来他就是许之宇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成功上入于氏集团工作。我向妈妈提出要求，彤彤要跟我一起去。他现在已经拗不过我了，只能同意。刚上去公司，海蒂阿姨就忙不迭给我送上新手大礼包，一千万的大项目。 交由我一个新手去负责，爸爸脸上有些为难，却挡不住海蒂的猛烈攻势。这股攻势甚至是在我面前发生的。连总，你别忘了，巧巧是从乡下来的，什么都不懂，这正好可以锻炼一下他。爸爸被迷得不行，连连点头。不过没事，我也有我的计划。 童童被调去和我不一样的部门，一个清水衙门，只是需要向我汇报。我时常会羡慕他的悠闲生活，各有个好，各有各的难。这时，爸爸推门上来，说是给我递一些项目相关资料，希望我第一站能完满成功。临走时，我看见他的手不老实的落在童童的背上。 我一把抄起热水杯，假装不小心将热水全倒在他的手上。啊！爸爸立马被烫得怪叫起来。怎么办？快来人啊！总裁被热水烫到了！我在办公室里夸张的叫着。彤彤在一边想笑，却又不敢笑。不用，没事。思，爸爸忍下痛楚，止住我的叫喊。 捂着手回办公室去了。等他走后，我一把搂过彤彤：“没事了，以后有我罩着你，没人敢欺负你。”“好呢，你竟然顺利完成了。”海蒂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“当然，你真当我这段时间是吃干饭的？不仅要恶补商业知识，还要打通各路人脉关系。” 其中的艰辛只有我和彤彤知道。那海蒂啊，姐姐，还有什么大项目要安排给我吗？有公司周年庆的邀请函，你去设计一下。呵，我刚做完一千万的大项目，现在又让我去做杂活，不满意吗？别忘记了，连总可是交代让你跟着我好好学习呢。 海蒂眼眉一挑，语气里充满挑衅：“当然没问题，我部署了那么久，怎么可能因为你一句话就前功尽弃？”彤彤告诉我，设计邀请函这种活不用太认真，先拖个一两天再给他交货。于是我拖了三四天才交货。海蒂一脸不悦地接过 U 盘，着手给各家合作商发过去。 我静静回到座位上，静静的做事。商战有时候真的很简单，比如一不留意黑上对手的电脑，一不留意改一下备注，又或者直接把邀请函发错到别的地方去，再或者在邮寄的邀请函里直接把邀请函抽出来，对方老总只会收到一个空信封。 童童所处的虽然只是个清水衙门，但却是掌管信件收发的地方。公司周年纪念会前夕，可谓是兵荒马乱。对，是海蒂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。他面色不悦地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，路过我的座位时瞪我一眼。除此之外，他毫无办法。最后的处理结果是，爸爸被削权。 海蒂被降职，我顺利升职，这只是我的第一步。爸爸失去海蒂这个得力助手之后，可以说是断了一臂。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巧巧啊，你是爸爸唯一的女儿，你要帮爸爸呀！不然的话，董事会那群老家伙可是要把爸爸逼上绝路了。爸爸，你放心好了。对于如今的我。 说谎已经是信手拈来了。你看，他们甚至没有认真抚养过我，也没给过我一刻真切的爱。但是到了危急关头，却都认为我会出于血脉亲情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。话虽这么说，爸爸和海蒂之间还没完全断掉。董事会更偏向于世的继承人，我在公司可以说是如鱼得水。 海蒂一直记恨上次的事。公司接下来会有个新项目，听说他正在加紧设计，想要一举夺标。这个项目我也志在必得，早于半年前就在收集资料。可是那天我把自己的设计拿去给爸爸看的时候，却看见爸爸对海蒂的设计赞不绝口。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自己的设计。 爸爸大肆在我面前夸赞海蒂的用心精妙，我握紧拳头，指尖发白，勉力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：“的确。”从办公室出来，海蒂就忍不住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：“小朋友想跟姐姐玩，你还不够格。”“好的，阿姨，谢谢阿姨，再见，阿姨。” 我很机智，在海蒂发疯前逃跑了。我真的不够格跟你玩吗？到底是谁不够格呢？公司例会上，海蒂对自己的设计不吝溢美之词，自信满满。操作投影仪，开机，点击文件，播放。哇！整个会议室爆发一声惊叹，其中还混杂着嘲笑声。 海蒂整个人愣在原地，看样子还没完全搞清楚状况。爸爸倒是反应快一点，到处在找关掉投影仪的方法。画面上正在播放他们俩人偷情的画面，不着伴侣，激战正酣。爸爸的样子看上去有点滑稽，我都觉得他有点可怜了，一把年纪还要被人当成笑柄。 不过没办法了，是他们逼我的。这件事之后，爸爸手里的权力被分走大半，海蒂被彻底解雇，还被行业内知名公司集体拉黑了。我如乘风而上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许志宇那通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好和下属们在庆祝一个新项目的完满结束。好久没见喽！ 还记得我吗？许之雨的声音听起来透着一股苦涩。记得，是吗？那见一面好吗？好。挂掉电话之后，我的心渐渐冷静下来，脑海里又想起许之雨说“我像自由玫瑰花”的画面。是啊，渴求自由的人，又怎么可能愿意接受家族安排的联姻呢？ 哪怕那是自己喜欢的人，更何况他如果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一定不会喜欢我。我跟他相处过一段时间，相处时间越久，就越发现我在课堂上学的那些交际手段一丁点用都没有。我们的身份足够相称，但除了身份，其他都是天与地的差别。就应该他走他的阳光道。 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偶尔碰见了，点头一笑，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距离。许之宇用手蒙着我的眼睛，一路把我带去约定的地方。准备好了哦，他的声音带着孩子一样的天真稚气。嗯，我鼻尖上传来他手指的香气，是自由玫瑰的香气，整个香味我不会忘记的。 自从那天酒会之后，他每天都会送我一束不同搭配的玫瑰花。许之宇的妈妈是做国际鲜花品牌的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做到这些对他来讲并不难。这个香味我会一直记到死。手掌一开，眼前俨然是一座玫瑰园，铺天盖地的玫瑰花，好像就连地砖缝里、石头山上。 也有长出了玫瑰一样，巧巧，听见他唤我，我知道我应该制止他的，但是，一转头，我就沉醉在他的眼里。巧巧，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，那双柔情的双眸，难得闪出一丝坚定，是什么？你说来听听。我见他这个样子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 你还是很介意之前在养父母家的日子，对吗？我没想过他会如此直截了当的说出来。哪怕于家已经承认了你的身份，但是在整个上流社会中，你的身份并没有得到太多人认可。你是在介意这件事，是吗？我喜欢你，想要和你在一起，和家族联姻和身份地位完全无关。 因为你是唯一的你。果然，他不懂。我像是会介意别人目光的人吗？我一笑，他愣了下。我介意的是你啊！我怕你一下被我拉到深渊，此后万劫不复。我后退两步，解开领口上的扣子。许之宇一下冲上来，按住我的手：“别，巧巧，现在不是时候。”他说这话时。 连耳朵都红得像玫瑰一样，看着他这个纯情的样子，我有点哭笑不得。好吧，那就看点别的。我轻轻推开他，你知道为什么每次晚宴我都要遮住手臂吗？他茫然的摇头。我勾一勾嘴角，直接一狠心，把整个衣袖扯了下来。这些年来，妈妈一直有带我去做激光去疤。 但有些疤痕是连现代科技都无法去除的。我借着月光看了一眼，还好，比当初漂亮多了。不过用来吓退这个纯情少爷已经足够了。巧巧，许之宇脱下外套盖住我的手臂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你以前受了很多的苦。我强硬抽出手来，逼他看。 看到了吗？这些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距离，不止这条手臂，我全身都是。你受得住吗？我向他大吼，发泄着内心一直潜藏的所有不满。遍地无声。巧巧，他看着我，茶色的瞳孔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。我受得住。他缓步走近我，每走一步。 我的心里就被重锤猛击一下。他轻轻亲吻我手上的伤疤，最后把吻落在我的唇上。我喜欢明朗的月夜，大抵是因为我和彤彤还有许之雨都是在月夜下相知的。我早就和你说过，许之雨是真的好，你偏不信。我想起今晚和许之雨分别时，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，让我帮你，我可以帮你。彤彤正坐在我的床上涂指甲油，一边回忆当初他和许之宇如何认识。那时候，彤彤的假千金身份还没暴露，妈妈带着他去晚宴上想看其他家族的男孩。据彤彤说，他一看就知道许之宇和其他贵公子不一样。彤彤选了他。 但是他不喜欢他，所以一直在寻求方法能够和平解除婚约。你出现之后，他就没费心去解除婚约了。彤彤眨眨眼，他的眼睛又大又圆，和他妈妈很像。养母在叶盛入狱之后，被妈妈送去了精神病院，听说现在也还是活得浑浑噩噩。彤彤，你想要去看看他吗？ 哪怕我不提是谁，彤彤也能一下猜到我说的是谁。不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他从床上起身，收拾好东西回房间去了。爸爸被削权之后，一直心生不满，私底下不断拉拢董事会的人站到他那边去。但谁都看得出来，他大势已去。 怎么可能还有人愿意跳入这个火坑？即使只是个挂着虚衔的主席，有些重要文件还是要给到爸爸手里。也就是那么偶然的一次，我在他电脑里发现了非法赌场的信息。没想到啊，居然这么快！我假装什么都没看见，悄悄离开了办公室。 后来，我让童童给爸爸多找几个地下赌场，越隐蔽越好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。不过，在爸爸放卖股份的时候，我会暗中将他的股份都买到手里。渐渐的，我手中握着的公司股份越来越多。我盯着文件上爸爸亏空公款的数字，是时候了，爸爸呀！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我的公司可不是用来给你玩的。只是一通电话，爸爸就因为大量亏空公款被逮捕了。退休的外公不得不重出江湖主持格局，但他也有意在放权给我。我去探望爸爸的时候，他容色憔悴，整个人看起来落魄潦倒，他的眼中噙着泪光。 苦兮兮地问我：“为什么呀？巧巧，你不是爸爸唯一的女儿吗？为什么要背叛爸爸？”“爸爸，我是你唯一的女儿，我也是唯一的我。”话音刚落，他一下收住眼泪。而且，你真的有把我当做是女儿吗？我笑着看他，他苦涩的表情逐渐变得凶狠。于巧巧。 你不过是一个乡下妹而已，是我认回你当女儿，你才有今天的一切。不是的，爸爸，我打断他，是彤彤先找到我的。听到这句话后，他的表情变得越加难看。爸爸，其实你是可以有两个女儿的，但是现在一个都不剩了。他猛然化身成一头凶兽，想要挣破铁笼出来。 但可惜，铁笼会将他一生都困住。回到家时，妈妈冲上来就想给我一巴掌，被我轻易躲开了。废话，当年面对叶盛那样一个壮汉，我躲避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会躲不开一个娇小姐的一巴掌？于巧巧，你做的太过火了，他气得五官都扭曲了。我让你把你爸爸手里的权力夺回来。 没让你陷害他坐牢，于珍珠女士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我没有陷害他，是他自己亏空公款的，不能怪任何人。你，你这个白眼狼，骂着我是白眼狼，但此刻他才更像是一头失去理智的狼。你把丈夫还给我，我没还手，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躲开他。最后他收拾不及。 一头撞在了茶几上，把丈夫还给我，把女儿还给我。她满脸都是血，说话迷迷糊糊，我猜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吧。我俯下身，在她耳边说道：“其实，你的女儿一开始就死了。她原本快要晕过去了，听见这话，却又强撑起身子。你刚生下女儿不久。” 他就死了。我不是你的女儿。他看着我，嘻嘻笑道：“那你是谁？”“我是我自己。”我走出别墅，童童迎上来，他有些担忧：“巧巧，你说你不是妈妈的女儿？”“对。”我打断他：“他的女儿，从他决定要交换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死了。”童童只是握着我的手，不说话。 后来，妈妈住上了疗养院。听那里的护士说，她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，口中时时念叨着那两句：“把丈夫还给我，把女儿还给我。”我去看过她一两次，有时她能认出我，有时认不出。认出我的时候，会抓一把护士给她的糖，说：“女儿辛苦了，吃点糖吧。”我接过来。 出门的时候扔上垃圾桶，是他说的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我和外公交代了一些事情，挑了些他老人家能接受的部分讲。没想到他似乎全不在意。于氏集团是于家的人掌权就好，要把家族产业传承下去。说完，他继续默不作声的钓鱼。彤彤和我说过。 于家人的心狠都是祖传下来的。我一边擦着童童墓碑的照片，一边想他说的话。也许他说的真是对的。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童童就选择了自杀。他说：“这个世界太脏了，他坚持不下去了。”我感觉自己的世界像是塌了一块，再也不会完整了。许之宇一直陪着我。 他说：“彤彤一定走得很轻松，人走的时候了无牵挂，是很难得的。毕竟人都贪心，有了一就想要二，有了二就想要三，反而最后惹来一堆不想要的累赘。”我想他说的是对的。当年我和彤彤约定好要过幸福的生活，他不在了，我也要振作起来才行。